16日，刘嘉玲、陈坤出席电影《过剑》首映礼，一向犀利的场花陈坤在霸气的嘉玲姐面前变成小跟班，接受采访时不断点头回应，惨被嘉玲姐训斥。一部很有诚意的电影应该多点观众进电影院来支持的，是不是？你说啊，对，大家都听你，想听你说，希望有很好的票房。近来有媒体爆出电影《画皮三》正在筹拍中，而赵薇、周迅、陈坤的画皮铁三角组合却不会重聚。近日陈坤证实这一传言，陈坤的退出不知道是因为偏向好友周迅，还是因为真的你和赵薇闹翻。在参与《画皮三》吗？不会，现在对对对。是为了跟周迅同进退，这样，因为你们两个都一起参演。并没有，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是因为拍完《画皮二》的时候，我觉得可能到《画皮三》的时候，其实这个角色对于我来讲已经没有很大的挑战。那当我很期待《画皮三》有更好的剧本的创作。而对于由黄晓明接演《画皮三》搭档赵薇，陈坤则表示相当支持，看来始终守护在赵薇身边，还是只有晓明教主啊。那太好了，我觉得。又是好同学在一起，非常棒。我也很期待去电影院看《画皮三》。有不好吗？我们没有不好过呀，都一直很好啊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